保家卫国，为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坚守岗位，齐心守护我们这片美丽的家园。在军人节这个代表国家责任、荣誉精神的节日，今天台钢雄鹰特别邀请到台东的正东部队的官兵弟兄们一起来到台东棒球场，让我们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正东部队的弟兄们。好的，那正东部队是守护我们东台湾的主力部队，平时负责遂行作战分区应变事变、反恐任务、灾防任务，暂时则担任作战区地面防卫的任务，统合地境内三军兵火力来歼灭进犯的敌军，确保台东作战分区的安全。那这两天呢，在我们球场三垒侧的入口以及本垒后方穿堂的通道旁边，都设有正东部队的互动摊位，邀请各位球迷朋友可以利用局间的时间去做体验，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参观咨询并加入我们正东部队的行列哦。好，那现在大家可以在场中央看到是我们正东部队各任务团队的伙伴，请容许主持人在这边利用一点点时间来特别的介绍他们。那在队伍两侧呢，是我们最可爱的国军大头娃娃，分别举着我们正东部队的两块举牌哦。那再往内呢，是我们战车防火服，是保障战车组员安全的重要装备，确保在遭遇火灾、弹药爆炸、化学攻击或其他危险情况时，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护，进而增加生存的几率，并延长人员撤离或进行应急处理的时间。那再往内呢，是我们消防服，又称灭火防护服，是在扑灭火灾时穿着的专用防护服装，由外层、防水透气层、隔热层、舒适层等多层构成，一般为上下分体式，与灭火的防护头盔、头套、靴同时使用哦。那再进来呢，是我们战斗各装，是由战术头盔、战术背心以及战术腰带三大部分组成，是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参考美军实战验证，并针对国人体型、台湾气候的适度调整，依战力需求系统整合、模组化配置以及人因工程的设计理念，所研发新式的个人战斗装具。那接下来呢，是吉利服。吉利服呢，是一种狙击手的伪装服，外观类似灌木丛。最典型的吉利服是用网或布而制作而成的，表面缀满叶子和小树枝，用来迷惑对手。一般来说是在野外狙击时，狙击手需要喷上阻燃剂才可以使用。那在接下来呢，是工兵部队的激流装，适用于水域救援以及渡河载运穿着，外观采用高亮度颜色配色，装备外有安全盔、高浮力救生衣、抛绳带，内有防寒衣、防寒裤、塑膝鞋以及防护手套。在穿及水域实施救援时，激流装的浮力可承载救生者以及被救者两位成年人的重量。以一般水域救援来说，腰带上的抛绳是最常使用的救援装备，也是最能确保救生人员和被救者安全的主要装备哦。好，那最后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技工服，是国军官兵从事装备保养会穿的服装，这身连身工作服大量采用舒适且兼具复合性功能的机能布料，夏季吸湿排汗，冬季则保暖蓄热，由陆军后勤指挥部邀集纺研所、各大学纺织系所与民间的厂商等专业的能量完成的研改哦。那每一种服装都是军人的一个面向展现，
国军官兵都以穿着军服为荣为傲，以从军为荣。再一次，我要欢迎有志的青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国军的大家庭。好的，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开球仪式。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正东部队的大家长韩勇少将指挥官来担任今天的开球嘉宾，我们热情掌声送给韩勇指挥官。那今天要来为各位邀请到的开球捕手是我们台钢雄鹰的黄少瑞选手，掌声欢迎黄少瑞。好，我们指挥官直接登上我们的投手丘，居高临下准备作战。指挥官，我这边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一起倒数三二一，就邀请您将球投出喽。好，全场球迷朋友一起倒数三二一，请投出。哇，好球，真的是好球。好，我们邀请少瑞，还有我们指挥官，还有所有的弟兄伙伴，我们稍微在场中央来留下一张合影的照片。来，指挥官，我们稍微场中投手丘，来，我们后面的弟兄麻烦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点，我们让指挥官站在正中央，还有我们黄少瑞选手一起站在正中央，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的媒体朋友。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哦。正前方举手的摄影媒体朋友，好的 ，OK， 谢谢，再一次热情掌声，谢谢正东部队的所有官兵弟兄，谢谢你们保卫我们国家，保卫我们这一块美丽的家园，谢谢韩指挥官，也谢谢我们黄少瑞选手。